男明星映照表现力，肖战、千玺、王一博、吴亦凡，你更喜欢谁？作为男明星，不仅要有好的演技，在镜头面前的表现力也很重要。那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那些映照表现力很强的男明星们。首先是肖战，男团出道的他这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，直到今年夏天凭借《陈情令》而大火。肖战在这一部电视剧中主演的魏无羡深受大家喜欢，演技得到了认可。这次他拍的这一组西部牛仔风的映照也是很让大家喜欢的。接着是 TFBOYS 的成员易烊千玺了，今年可谓是易烊千玺大收获的一年，与周冬雨合作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受到了高度评价。易烊千玺不仅演技高，跳舞也非常有实力。可以看到这张图中是黑白风格的，图中的千玺的眼神看上去非常坚毅，有一种不符合年龄的沉稳与大气，